大家好，今天是乌克兰拍摄的第三天。我今天这个造型，你看，是不是很帅？真的，哇，你看，又另外一个感觉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说今天其实也不太累，但是就一直拍。然后昨天晚上也下雨了，对。那今天大家也没有事，也没有感冒，所以真的很感谢。然后呢，我觉得今天呢，我不要说什么，你们快过来。我们在后面躲了一下下，我们要说什么？我们要说，是我们快要最后一个场景。大家，我给你们看一下乌克兰的夜景。夜景其实也挺漂亮的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就哇，很有那个感觉。哦，下雨了。哦，又下雨了。对，有点雨啊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要温柔一点啊。感觉你说平时你就是太特别 man、特别男子汉的感觉。对，我现在要变男朋友的感觉。以前就超大汉，现在变男朋友的风景。来看夜景，他是你们男朋友。看。你吃饭了吗？我没有。等一下，你吃饭吃什么？法国菜、日本菜还是中国菜？我想吃牛排。我想吃牛排。好，我请客。来，我开车了。来，上车。哎，大家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对我这一次的造型啊怎么样？我觉得最重要是这里，头发。现在你这里一直都一样啊？没有没有，就是我难得，就是我因为我最近也是经常头发弄上去嘛。啊。但是最近啊，放下来了。对，放下来了。因为有头发终于长长了。对。大家知道为什么我平时都是弄上去？因为就是想给大家那个安全感。嗯。因为我平时弄下来呢，我就是比较就我可以杀死很多人。所以呢，我就不放下来。我一放下来呢，这个地球呢就是不稳定了。哇！